肉眼看到了，肉眼看到了，我先对焦，先对焦。有没有肉眼可见？彗星，彗星，彗星。哇，还有飞机飞过去，好酷！广角端的，飞机飞过了，上面一颗卫星飞过去，喂，回到家了吗？妈妈回到家了吗？回到家，你要讲，现在外面肉眼可以看到彗星。彗星对，在左在右边大角星的中间。现在已经有点暗了，还可以看到。现在是2024年10月14号，礼拜一晚上的6:13。我刚才请了一个钟头假，我冲去不厌亭，卡蒙啊，整个都雾了、啊。我又马上冲下来，本来想回家拍的，结果回到金瓜石老家，发现看到金星了。我想说这个亮度可以，然后本来要去景明亭的。就景明亭那边被树挡到，我又往前开要回转，然后发现这个空地不错，刚好有了缺口，面对南星山，然后西边有了缺口，一下来肉眼就看到彗星了，哦，很明显，左边是金星，右边是大角星，然后在基隆山的半山腰，然后肉眼中间有了彗星卡在，这个路灯太亮了，不过无所谓，那边是暗的就好了。好漂亮的彗星啊，哦，好嗨，终于拍到了，哇、哦，超嗨的！今天的星等是1.9。来，
这一颗是金星，这里是彗星，然后这也是大角星，我把，对对对，这也是大角星、彗星、金星，然后我来带点景好了，对对对对。两个卫星飞过去，哇，这边怎么这么帅啊？随便拍都有。哇，云卡住了，先休息一下。出来没有？出来，出来，云走，云走，不错，不错，这一段有云卡住，又云出来了。哦，没有，家里还看得到大角星吗？右边，右边在我们窗，对，右上那边有一颗大角星，有大角星，然后就是在那个雪梨湾那里，雪梨湾的旁边，在早安国阳上面，你往上看，对，你用那个三星 S3 Ultra 拍一张那边。夜拍那个拍张那边，他就跑出来了。我现在肉眼我还看得到，对。它跑出来吧，尾巴跑出来了，尾巴跑出来了，好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等下掉进雨里面就可以回家了。好，收工，收工。对对。掉进雨里面了。吴彦婷在卡雾了，吴彦婷应该没有看到，那个山里面都在卡雾。会有掉下去，掉下去，在这又跑出来了没有？好呀，幸好又等着这一趴，啊，我们要收了。底下这云应该很难散。好，收工，收工。现在6:40了，6:39了。其实有些6:39，我觉得它的高度还蛮高的。对，只是说现在被云挡住了。它要进了地